们都知道植物大战僵尸中的僵尸有男僵尸也有女僵尸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重点了，但是有一些僵尸呢性别不详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吧。Later， 首先就是常见的海鸥僵尸，你说他是男是女呢？妥妥的男僵尸好吧，实际上显着他正盘算着是这个世界顶级大师，这个他就代表了性别。哦，好吧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妹子。滚筒僵尸留着小胡子应该是个男僵尸，但他的外号却叫二姐。男僵尸图镜上写着他的左手比右手长。冰柚僵尸，谁能想到一个把冰柚当宠物的僵尸竟然是个妹子僵尸，确实没想到，但是我会看图鉴呀。来吧我的小冰柚，这首歌是他创作的。哦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摇滚僵尸博士是什么性别呢？他性别未知，可能跟女的。